好，接下来我们做面部毛孔粗大的位置和右侧毛孔粗大的位置用的能量是一样的，现在能量是6。我们的取景器要垂直贴平皮肤。我们将问题严重的部位再进行操作。
吃。我拿个凉皮，拿个火烧。那你也吃点。但是水没动啊。那你给他再烘烘份儿。就备拍。